川普儿子小唐纳在 X 平台曝光这张照片，爸爸川普以及马斯克、小罗伯甘乃迪同行，后面还站着众议院议长强生，五人在川普专机上大嗑麦当劳，开心合照，几个人的好交情不仅于此。川普当选之后忙里偷闲，周末和马斯克相约纽约观看格斗比赛，小甘乃迪也有现身。川普看比赛时格外认真，和马斯克并肩坐在台下相谈甚欢，一句话就让对方笑到后仰，双颊涨红。The Donald Trump will become the 47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will be going back to the White House.川普周日在 X 平台秀出一段新广告，喊话要为全民战斗，背景配乐十分激昂。God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 Together we can truly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另外，川普内阁新名单，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委员卡尔将出任主席，他曾经访问台湾。So I think it's incumbent on every official in the U.S.to work to see where, even in small ways like myself, we can deep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卡尔曾经公开支持惩罚带有政治偏见的电视媒体。川普在选前曾表明，美国 NBC 以及 CBS 两家电视台对他报道不公，希望 FCC 撤销许可证。另外，川普提名油田公司创办人赖特出任能源部长，他是石油燃料的坚强捍卫者，对新能源发展恐怕不利。TVBS 新闻找不到。